第二天干嘛？那其实要说什么？那很开心今天大家可以来这边看我们表演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演出。那也下雨，辛苦大家，还要撑伞，然后吹风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再试一下这边的设备还有器材。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小白，很开心今天来这边。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演出的话，可以刚刚是书豪，大家可以上粉丝团帮他点个赞，然后还有音乐会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忙。对，我也希望我可以去现场。然后十二月接下来是圣诞节，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期待，莫名其妙就到年底，又要迎接2018了，所以大家不要浪费最后这一个月。跟你们讲，这个月有非常多的活动，希望大家就是有空的话就可以来看我们的演出。